我无要紧。你这次想要当做代理岳母，还是生囡仔的家去？恁敢那想要囡仔尔？我真唔好。性发一团，这个性格最起码应该袂伫在里。唐辉应该是后壁，佫有去调查，所以才会受个小金嘛，也佫遮尔乖。咱两个人的爱伤过重了，毋是咱欢喜就好，咱的爱牵连伤济代志啊，真正无爱当相想。少春，咱敢真正无机会做伙啊！ 关姐，这个结局才是对你上好的。再见了，囡仔的爱情是一个错误，明天囡仔留落来嘛无什么意义。我等下去陪伊家囡仔听。我敢问伊安尼？我知影我对不起足多的人，啊，不过即摆唔管我安怎选择，拢是上海拢是唔对的。啊，万荣律师，那你跪啊，跪会救我！即摆来去上海对囡仔好不好？别太衰，老龙做伙一家太远了。你们演，你竟然是给我。 真正要卖掉，就有一个方法啦，进去。你讲咩？我拜托你，一连无美容姐，你别安倒转来。爸妈，我真是人拢看袂着顶啊。小林阿姐啊，张胜强真紧就要付钱。我想看你讲这条来是处理了无好势，十头前几就找着咱。我袂做赔了工的代志，第二十个我嘛已经。阿伯，还是我时间去讨。